了什么？他在了筷子。你们根本吃不了。哎，好烫啊！他不想，他不想让我们吃。哎，这些东西怎么吃饭？没有，我们在忙着这些东西，你们就等着吃屎吧！什么？我也挂了，非常的尴尬，非常非常的尴尬。拿出来吧，什么东西？拿出来了已经。没有说要分开、啊、你们弄的、啊、好，最后我来先把它弄圆，然后再把它拍扁，再把它拍扁就行、是、了、哦、你这是不是小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可以装这个花生，你在泡圆吗？天津可以装这个花生，我在泡个脚。糟了，我这怎么包啊？相信我，哎，这个是我的啊。糟了，就这样吧。它粘到我的手上了，我这是个啥呀？它粘到我的手里了。这个是谁包的？那个哈？啊，这些全都没有。我觉得都没有。哎呦我的个娘！这些全都没了。我要做一些新鲜。哦，我这个算成功了。哎，我要把它搓干。那个，哎哎，看我技术好不好？它破了，不行，它破了。我在手上弄点水。给我倒一，反正这个是我做的最给我点面吧，大哥。花生汤圆，一颗花生多。没事，看我的。我要包馅中馅。我是鹅卵石。张琪，你的包好了。我要先煮，我这要煮很久。你帮我包一下，先煮。我的。那边有几个配料吗？啊，我这个是汤圆呀。我有两个馅。那没事，你的。梨吧梨。我有两个馅，我一个是梅味，一个原味的。放吧，它隔裂了就好了。知道吗？好多裂的。这一个我是。我和张俊豪将这么一锅放。你直接倒在它里。现在请你这个快放了。那梨放。什么？还有一个。我把这全部都熟了吗？不是，每个人熟起来的时候坐在座位上。全部放到盘子里，边角角零零碎碎七八烂的都是我的。哇，我接头。哎，这是我1200。好了吗？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谢谢，幸福良缘。好，先放奶奶，然后每个人自己加一壶。好弄呀。啊，是杯子没有杯子啊。没有杯子，那不怪都加吗？再加一壶。那加啥没馅了？这坨的全都不要给我抢。我也是。嗯，可以，这样熟了。哎，我这黑芝麻坨都快熟了。什么味道？可以。全是黑芝麻。哎，不要脸。超级有力量。跟你说一下味道。这坨是我的。甜而不腻，腻而不咸，真好吃。这是我的，好喝，好喝，好喝，这是我的，好吃。你都想不要了吧？要的，为什么不要？我来找，好爽，没想到还有。哎，我来找，可能还要久。这坨美好，这坨美好。都
软了还是？老师，我要吃饭。就说一下味道。好吃，好吃。真香，这个好吃。是泥吗？我还没有咬。好的。我都已经感觉到了甜味儿。全身糯米没有馅，我刚才也是，我才是，我这个全是花生没有馅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这还觉得很甜，哎对了，我有一个馅怎么馅啊？不知道，我这是我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有馅吗？没吃到，让我看一下猪大神的结构。